急先锋中有一句台词，关乎无辜人的生命，急先锋责无旁贷。其实现实中的急先锋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这份诺言。每个人都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贡献，真的是人人都是急先锋。创作更优秀的作品是和观众情感连接的唯一方式。终于在9月3日，我们都是要跟大家见面了。我相信大家看完《急先锋》之后，一定能感受到勇气和力量，也希望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一定有克服的决心。